励志的时代百货的我们的动漫陶乐园的展览，我们从一月中展到二月几号，谁知道？啊，举手要说我哈，一二三，你2月28号来帮我送个小礼物好吗？哈，有小礼物吗？除了卡片之外还有哈，好，待会哈，好，来来来，举手要说我，不然我根本不知道谁举手，好不好？哈，来来来哈。OK 哈，你们也手上拿一点嘛，因为待会呢也会来送给我们大家哈。OK OK， 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哈，再来哦，我想再问问题哈，来来来，我旁边的这一位，他的名字哈，他在我们的漫画里面的名字，他的叫什么？你？哦，答对了，他的代号呢？哦，答对了，来来，那就由你来送给他们好不好？好，送给他们哈，送给这两张呢限量的卡片的部分哈。好，那我再来问一个，那么旁边的漂亮的杀手，他在我们片里面叫做什么代号？你，约尔，答对了，哈哈哈哈。有没有想要他们手中的卡片？有没有想要他们手中的卡片？有想要这一个纪念款卡片？我们的现场呢，居然有看，我刚刚还这样问你们的女儿怎么没来呢？哈，原来女儿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邀请的约尔到台上来好不好？哎，来欢迎欢迎啊！哇，全家福，怎么会突然多了两个女儿呢？不是只有一位吗？哈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给摄影师们拍一张照好不好？太棒了，太幸福的一家人哈，真的真的非常的高兴哈。好，那呢这个地方呢，主持人要跟大家呢再来宣导一下哈，希望大家呢要多多的支持一下呢我们的间谍加加酒的部分哈。那么黄昏跟月亮呢也在活动的现场，来，我们再给一次麦克风好不好哈？来来来，现在呢我们的黄昏跟约尔呢，他们有问题要来问大家，你只要答对的呢，我们就准备了小礼物呢要来送给你哈。来，黄昏，你先来问一个问题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昏，是彩彩，我的女儿们他们的名称是什么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举手要说我，不然你再默默举手不了，手放下，来，一二三，帮你好，叫什么？答对了，让你的卡片送给他。